我吃了那么多的海鲜，第一次买着这么大的青龙，真的掏着了，王鑫。嗯呐，又掏着了。这应该不是注水啊，你看着没？应该不是。那咋那么多水呢？注水了。这自我安慰吗？这是打我脸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肉真肥啊。有人说龙虾为什么要吃刺身，我告诉你，像这种特别新鲜又大的龙虾不吃刺身属实有点白瞎。香甜肥美，他们海边人是这么讲的。这是我身边这位，是我。哎呦我的妈，捡一下